我家的湖泊还不错吧？我们是风一样的女子。多给我一点，谢谢。啊，你还不够啊？我不要。哇，太丰盛了。Let's go。习水县。明天我们就要过乡村生活。明天是我的侄女结婚，你们要不要参与一下我们苗族结婚的礼节啊那些吧？哦，反正我们是红苗，每一种族穿的裙子不一样。我们苗族结婚仪式是本来很多的，要挂一个红布，要放鞭炮，要上喜堂，要喝酒。大姐，你今天全剧透完了。啊？大姐，你保留一些，要没有惊喜了。好吧，很多的。大家还被讲害羞了。明天参加婚礼，晚安，全世界。Everyone, come on. 在洗水的第一个早晨，鸟叫声代替了闹铃，唤醒了沉睡的村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慢慢苏醒开来。这样的慢生活真适合睡一个大大的懒觉啊。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可不能赖床，一会儿要去参加阿姐侄女的婚礼。苗族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呢？朋友们，快一点，因为婚礼不等人啊。好，来吧。要穿这个衣服。嗯，姐姐你先帮我穿吧。我的意思是让你们先自己穿，看不对不对吧？好吧，还要让我们先考试一下。这好可爱啊。这是裙子吧？对呀、啊、这个你是怎么弄的？这样交错、啊、是这样吧？对啊、然后这个哇，小裙裙啊，先怎么穿呀、啊、姐姐让我们自己试试看啊。自己穿呀、啊、对，好吧。这个又是什么呀？这头上的嘛。这还是也是在这儿？不吧，他不是说有个什么围裙？围裙不是已经穿在里面了吗？还是身上是用头？会用头？不搞不清楚。哦，这个码是不是小啊？太小了，那你换一件。这也太小了，厚了屁股上。那套袖呢？套袖从哪儿？这都是啥呀？哎，我怎么没有套袖啊？我们可能需要快一点点了。我想快呀、啊，都不知道咋穿。姐姐需要帮忙，姐姐。咦，看你把这个放在里面去。穿不明白了，怀孕了。这个裙子要穿在衣服上。红苗女性穿着顺序应该是先穿着白色上衣，百褶裙围于衣外。这个可能要缝一下，我这个坏了。
别叫我风，我一个个拴好了啊，搞快一点。这一块是最后面的，那后面的。方帕和飘带一起系于身后，接着就是围裙。需要注意的是，围裙带花边的一面朝外，这样的哈。最后，我们还需要戴上一顶平盘圆帕。至此，这就是我们今天参加婚礼的全部装备了。真的好像苗族人，你也是，你太像了，对，你就是吧，很漂亮的。阿姐有针线吗？有，你能帮我缝一下吗？嗯。苗绣很出名，是不是？哎，对头。你们是不是也是绣蝴蝶的？哎，我知道蝴蝶代表着妈妈，在苗族人看来，万物生成就像蜕茧成蝶一样，是吧？这是我前段时间背的台词，我就用到这里了。哦，你嘞？见到？就像万物生成就像蜕茧成蝶一样，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在苗族人看来，真的，就我背的台词。哎，对头。刚在大会堂演出过，很光荣的。哎，对头。颈部上的蝴蝶代表着妈妈，在苗族人看来，万物生成就像蜕茧成蝶一样，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也是生命的象征，因此也就被寓意成了母亲，对吧？对的。在苗族人看来，在苗族人看来，在苗族人看来，朋友们快一点，因为婚礼不等人啊。在苗族人看来，阿姐，你现在用手机给我们拍一个吧，那种很现代的那种拍一个，很现代的。但是我想把你的头拍。哦，我帮你扶住。哦，太有点小，我感觉这个不管它。有点小。啊，咦。二三，下一个，你们几个。我们终于在阿姐的帮助下穿上了美美的红苗服饰，感觉自己瞬间变成了红苗姑娘了。接下来就要向着婚礼现场出发喽。这是我们的管家阿姐，她是女方的亲戚，所以我们要她带着我们去参加婚礼。来呀，走啊，走啊，好，走吧，走走走，去婚礼了。有点兴奋哦 ，Ready Go。姐姐谢谢怎么讲啊？谢谢就谢谢吗？苗族话呢有没有谢谢怎么说？我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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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广东话？我糟糕，我糟糕，我糟糕。哎呀，什么？哦，那个鹿，没事，是我们大惊小怪。姐姐好可爱，什么？飞行嘉宾 ，ex sister，ex sister， 爪子，爪子一模一样，说爪子，对，呀，爪子，爪子是什么？就干什么？爪子，干嘛呢？爪子，我记住了，我糟糕。阿哥阿妹，情意长。苗族有没有什么比较出名的歌啊？有啊，我就唱一首，就是说要去祝当媳妇的时候唱的歌，好吧？好，就是这个意思。高子呀，姑父一零二姑弟几？有点错了，忘记了，这里删掉，重新来。删掉重新来，没有，没关系，晚上还有机会听。我重新来。扫扫路，扫路，哎呦，一扎哟，一扭，真
高子呀姑一零二姑的几些路哦孩子到里出等工孩子马高小路走到少虫哦很高长路了你到干哎高了呀哎哦谁高不要唱完了吧？哎，好听啊！你就好好听、啊，真的。还有今天晚上，如果你唱嫌弃新娘的歌，新娘会哭；你要唱对她好的歌，她就不会哭。有一首我都会唱，哪一首？可以，就是唱那个对情歌哈，就是说我们苗族每年到了三月三要去采桑结吧，早上呢你爱上的人可以唱对唱歌嘛啊？那来是这个吧。呀咿那哟高岭吊哥那高岭吊哥高弄那老爷鸟一弄那鸟到比鸡干都找不及谁姑爷山高你找到底你好留到了高岭吊哥呀没到路孩子等过山那过早路入到高头那你早就插马上哇塞又有一股牛粪味儿这是个学校吗对这让我想到了我上次支教的那个晴隆小学我好想再去一次好啦，就是那一家，很热闹的嘛。哇塞，下车了。我走前面，你们跟着我走，我去找位置坐。哦，你看那娃娃在篓子里。来。脚夹太可爱了，脚夹太明显了，低调小山。小宝宝睡觉了，很可爱是吧？我们站旁边，等一下，新娘他们进屋。这我们已经到了。哇，看起来好热闹。这是我们演出队的成员。演出队。那两个小姑娘她们的头饰好像颜色跟我们不一样，好好看。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的人是那样的这个发饰呢？白色的那个发饰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的。哦，是我问多余了噻。音乐开始了。大姐，他们现在在吹的是什么乐器啊？锣声，就是要接待新娘进屋的意思。啊，他们还不进屋。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红娘婚礼仪式复杂。乐手们吹奏着芦笙，等待新娘的到来。接着，长辈们给新人戴上祝福红布，俗称挂红，然后就可以放鞭炮、吃喜糖，等待着婚礼仪式的开始。哦，原来的婚礼是这个样子。芦笙已经吹响，意味着婚礼马上要开始了。老乡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准备。究竟美丽的新娘会如何出场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新娘来了，新娘来了，新娘来了，新娘来了！哦哦，红雨伞，红雨伞！新娘子带着红雨伞来了。哇！哇！哎，她蒙着面耶。他就是现在这样的，等一下进屋里面可以把它摘下来了。他的传统就是这样啊。好啥呀，双喜？鞋子也是红的。
哇，放鞭炮了，放鞭炮了，海花。哇，被子，哇，好喜庆！天哪，全是被。新疆棉花，新疆棉花，赞。被子象征着一辈子，新郎新娘一定会甜甜蜜蜜一辈子的。这是什么给钱？我老公，我给钱。你老公啊，你给钱？不是，他手机没有现金钱。好，他们走完了，可以去了。亲戚朋友坐上桌了，跟那个新郎新娘挂红，挂好以后到进屋里面去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好多人啊！我们可以来这儿吗？宝贝儿，宝贝儿，你要去哪里？就是我堂妹的女儿啊！哎，小 baby 你好，小 baby 哎。他吼的什么？你还听不懂，我还问我。这大锅的语言确实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外。大姐，那个大哥他拿着麦克风一直在说什么东西啊？现在那个提调官在叫亲戚朋友来坐上桌，他不是随便乱叫，要自清的。放鞭炮了，放鞭炮了。啊，对呀、啊！哇，声音太大了！他放一次红，这样不放一次鞭炮吗？啊，恭喜的意思。看新郎好几个。喜酒，吃一颗喜糖，沾沾喜气。哦，他要自己打伞进去。我们可以进去吗？可以。哟，哇！哎，拿了个鸡。他那个手上为什么要拿一只鸡呀、啊？就是说，那个新娘进这个屋的时候，这里扫一下，这里这就是有福气的。有福气。哎，对。现在他们带他进来休息了嘛、啊？坐一下，哦、坐一会、哎、休息一会儿。男生在那边有仪式，还唱歌，还要拜堂。从外面进去看一下吧。哇，拜堂了，拜堂了。伴郎好小啊，伴郎那小朋友好小、啊。嗯，对呀、啊。哦，原来他那个草席是用来跪的。哦，鸟板的跪的容易。我好像是每一个人都要祝福他们一下，然后他们在磕，还是有分别在发言的感觉。他就是说拜那是自亲的，亲一点的。新郎伴郎的每一拜不仅是礼节，更是用最质朴的方式对至亲们表达感激，真挚而又郑重。李李简直。米饭过来的时候，背有两个兜，里面有鸡、糯米。就是说我要唱歌感谢你，给我放一下。这是对新人的美好祝福，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也想对着鸡唱歌。哎呀，收了收了，仪式结束了。新郎，采访一下新郎。男主角你好，紧张吗？还是挺紧张的。啊，怎么这么帅气？帅。我啊，跟新娘认识多久了？一年多一点吧。那
那你们都是这个寨子里面的吗？不是，他们是温泉那边。哦，就另外一个地方的。离这儿有多远的时间？半个小时的路程。哦，那你做什么工作的？现在经常打工。在城里打工。那你结完婚，你们俩就要分开了。他也去城里打工。因为他没上班嘛，然后他也可以去我们上班那里。我从村里得知，这里很多年轻人通过网恋或者是经人介绍喜结良缘。完婚以后呢，年轻的夫妇会到城里共同努力，一起追寻更好的生活。就完了，准备就吃酒席了是吗？哎，搁这坐会儿吧。这是一位我们的堂哥啊，在县城里面工作，民政部门的。哦，这个不是和黔东南的又有区别，我们是红苗。啊，红苗跟那个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呀？红苗它主要是服饰。啊，服饰的区别。服饰是红色为主。啊。你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是吧？你看我们像大学生啊，谢谢。来搞实习见习的是吧？对，来搞见习。你就当我们是大学生吧。哦。好香啊！哎，我们去看看他们大锅菜好不好？饭啊。做饭没有什么感觉，一样的。不是，他那个锅好大，我去看。十二个菜呢，牛肉、鸡肉、鱼、豆花汤、米豆汤，大餐。你好，这个是你们熬的牛肉吗？就凤山牛肉，这个是我们的特色，筛头牛，吃牛肉。后厨忙得不可开交，老乡们挥舞着巨大的锅铲，倒油下料翻炒，然后出锅装盘，一气呵成，哼哼哈嘿。哇，香气四溢。这个盘子是用来装饭的吗？嗯。小姐，这么大盆饭你吃得完吗？你吃得完，我就吃得完，我是可以的。要摆饭吃了。蚕豆，红豆是什么？看到，看到，看到，看到路，看到路。终于到了最期待的环节，吃饭。端菜的师傅麻利地穿梭于宴席之间，各路美食接连上桌，一时不知从何下口。哦，开始吃饭喽！太热闹了，我感觉像过年啊。哇，好丰盛啊！哇，我很好奇这个是什么呀？粉蒸肉。粉蒸肉啊，这是炸烧肉，里面有糯米白糖。哇，好好吃啊。不了那么多，太好吃了！我想吃米饭，好大一盘，我们可能一点点就够，一点点就够，一点点就够。哇，好好吃啊！你看吃了多少米饭，彤彤是米饭王。
是米饭。粉蒸肉。有这个，有这个。这好吃。对，嗯。老师。哦、咱们这个当地的老师啊，欢迎大家的到来。你好，欢迎大家来。我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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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这是我弟媳妇，对唱这个山歌的，她都会。哇，可以教教我们唱歌吗？可能教一句歌，经典的。唱着嘞，大家到老烟上。太长了。太阳晒到了坡上再一次唱着嘞大家到老烟上啊唱着嘞大家到老烟上特别到位你看老师学不好吗苗宇哥唱的真好啊，笑容淡着容，他扮插扮都老热当，喝一口醉就真没啥，一口肉就干着了，咋擦路子梳啥？伴随着阿哥阿姐的歌声，婚礼接近尾声，一道菜。一首歌或是一声祝福，都勾连着人们情感的脉络。这一刻，我们穿着同样的苗服，分享着同一份喜悦。美丽的姐姐，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啊，可以。你好漂亮啊！什么？你从哪里来呀？我就是这里的，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也是这里的，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好巧，我也是。你今天是这个婚礼做饭呢？我不是啊，我是那个司仪，我是摄像，我是端菜的。哎，这是我们的车哎。是的，我来，你坐前面吧。什么？啊！好想把我肚子上的线松绑。Let's go。我要留这个阿姐的联系方式，以后找她拍戏。你当制片当导演，你不找我们拍戏，你要找阿姐拍戏。阿姐，我跟不能跟阿姐一起，因为你的没会没抢没了，我无路可走，你知道吗？哦，阿姐，你会做酸汤鱼吗？我们酸汤鱼就是用酸菜煮的，就是那个红色的那种哦，番茄底的那个，不是那个酸菜鱼哦，那个我不会煮。或者学那个阿姐会的特色的苗族菜也行。小菜啊，就是你平常做的土豆丝，你切的那个土豆丝，对，炒土豆丝可以啊。因为我们想晚上弄点酸汤鱼，涮点青菜，然后再弄点什么凉菜啊这种东西，自己做一下可以啊，简单一点。慢点，谢谢。明天我们就走了，来吧，来个完美的结局。我们两个去探索一下非遗文化。你要秀，秀了一朵花，这不是他秀的可能啊。我也觉得是采野菜，跟着我。这一种我们叫的野生地瓜，煮栽跟以前菜可以吃。可以吃。没事的。大姐，特别好奇您跟您的爱人是怎么认识的？是两个人网恋啊，还是说介绍啊？怎么谈恋爱的？我和我老公认识的。哎呦！Yeah.
接班吧，摄影师，来就来去吃吧，这个给我，我可以的，这个给我，你们吃饭吧。好，交给我们吧。来吧来吧，你们去吧，吃饭吧。如果按了的话，你就往左边打就是加亮，往右边打就是减弱、减光。好，这咋对焦啊？行不行啊？我对焦对准。这边没有机位，这边再来个机位，那边，那个妍希，你对个机位给这边。你们好不自然，放松一点好吗？我来接替你一会儿。这好重的。不重。来吧。有没有入画麦啊？没有。没有哈。没有穿，没有穿。OK。小姐，哎，你一天工资多少钱？50块钱一小时，算吧。